克的会战。哇，直接秒掉了小林。小林这边是直接被抓掉，Neo直接开秀往前再做进攻。这边的话，真男人血量也很残，最后要倒了。走掉吗？有走掉了，而且顺道还拿掉了这座塔。哇塞！哇，还在跑，把哈迪看不到，全员逃跑中。特尔这边拿到，但是其他的人被连着打的话，应该是要。大部分人倒在这里，叶娜还要过来吗？保留着凯撒的 buff， 叶娜突然凯表现得还不错，哇哇，就剩最后一对一单挑。可是哥，当你没招的时候，夜叉是跟鬼一样的 ，Hero 就别忘了，鬼神一般的存在。上周也是没什么装就打得跟鬼一样，哇。如果是打在兰朵身上，那应该是痛的。对。哦，开砍呢，往前粘，粘到的是 Neo 的状态回不起来，怎么办？哇，这边被击杀了，但是 Heroes 应该走不掉，走掉了，走掉了。压力来了，小林想要来清，媒体也集结四名成员 ，Neo 在上半部分的瞬移往前成功推到了零三二二，这一波开战 Easy 超级无敌秀的。这边地狱人民踩空了，有尾漫步也开，自然也吸到四个人，哇！地狱人民再踩，这个狙击杀伤量非常的够，暂时打完之后，感觉上媒体还有得打哦，再卷一次，哇！这一把小青蛙太秀了，五名成员都还活着。下盾的歪歪，他只是为了丢大。哇哇哇！抢到了！我的天！迪拉克抢到了，野魔的凯撒差点在前方倒了下来。一直不会落掉太多。是的，现在又来开吃，这条野魔的凯撒进场，哇哟，哈迪抢到了，而且进场再刷一个飓风哇！完婷来了哦，这波有要抢吗？哇！竟然跟土壤抢到了！哇，我的天！哇，土壤又拿到了这一条。哇！最近 GCS 联赛大家都很流行抢东西啊，这是抢的够厉害。